金星大家有可能都知道，自从金星曝光自己是变性人后，也让他在国内火了起来。金星在圈内也是饱受争议，在网络上网友们也议论纷纷，但是金星却凭借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，在娱乐圈中创出了一番天地来，大家也是很尊敬的称呼他为金星。现在毕竟是开放的社会，随着变性人的增多，人们也都慢慢的接受了这件事情。金星这一生在生活中可以说是能扮演的人物角色他都扮演过了，他是一个儿子，也是一个女儿，他曾经当过丈夫，现在是一位妻子，而且现在的金星还是一位妈妈。不得不说，金星的一生真是丰富多彩，遇到一个不嫌弃自己是变性人身份的人的老公，也是金星这辈子的福气了。在婚后，金星和汉斯两人过得十分的幸福恩爱。不过作为一个变性人，结婚之后最让人关心的就是私生活的事情了。毕竟对于变性人这一块，我们了解的仅仅只是那么一点知识。就在前几天，小编在网上看了一篇关于采访金星的老公汉斯有关于私生活的文章。在被问到和金星在生活中有没有夫妻生活的时候，汉斯说了四个字：我很爱他。这短短的四个字也是能看出在婚后金星过得是有多么的幸福。网友们也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莫名其妙的就吃了一把狗粮，很多网友也都表示什么都别说了，我们都懂，如果不是很爱金星的话，又怎么会选择和他结婚呢？爱情的力量超越一切，都说遇一人倾心则一城终老，或许金星和汉斯就是这样的吧。两人第一次的邂逅是在飞机上，之后缘分他们再次有了联系，然后结婚，直到现在他们还有了三个孩子。